昌建院服务处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我姓陈，我家的农电没水。去把这件事情搞定。小姐放心好，我们服务处只要一有消息，就马上跟你联络。总机先生，我的农地还是没水。我来帮你。走开。我来帮你了。你们都有一个愿望，浪费我时间。江参谋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种的田害了多少人？那别人怎么办？你们在干嘛？请问一下，你们是要打那个手吗？不要跟着我们走太近，尽快离开。刚不把地卖了，我拿钱走人。如果可以随便你要去哪，你干嘛要回来这里？啊！啊！哦，靠！哎，你们怎么没关呢？陈小姐，你最近有得罪什么人？年纪轻轻的，满脑子江湖道理。拿来。你到底怎样才放弃这块地啊？什么都能进口，只有土地不能。这是我爸教我的。你不动手，我就叫别人来。地我不要了。你的疯了！我现在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，不行吗？鳄鱼不咬人，这像话吗？